我们先看，先换哪一套啊？哇哦！我就跟你说是绒面的，它很暖和，你知道吗？哇哦！哇哦！真的很心动啊，悠悠。哦，好看的。那我们先来试这个第一件红色，是吧？现在红了吧？哇！嗯。你以为一天工作结束了吗？并没有。七热点之子，走。这是要去哪呢？原来是去录歌的呀。每一句都在飞到飞到，就是拉的很深。和老师聊啊聊啊聊啊。然后我一眼是看到人缩短了，然后我以为是那个剪了一下那个，就是这是之后的事情。真的吗？偷偷听一句吧。你绽放，我仰望，就能飞翔。今天工作 vlog 就到这里了，期待又的新歌。